可以从就是嘴巴自己吐出来，然后画一个爱心之类的方式。面朝上的那个动作是很多摄影师很喜欢拍水中的一个拍摄手法，那这个动作呢，它其实也会让水膜最痛苦。在水里眼睛睁开就好像近视1000度一样，你只看得到光的来源，但是你看不清楚那个物体长什么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婷宜。